大家好，我是中文投资网大牛眼软件金融工程师 Hugo 周。今天是10月31号，礼拜一，美国股市收跌，但是这个十月是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十月。而今天，我们的大牛眼为我们用户扫描到两只强势股，一只是 LGF 和 ZLCS，他们今天的表现都很不错。LGF 今天它创了52周新高，在这个大牛眼的扫描接图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 New 52 Weeks High。而 LGF 它全名是 Lion Game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，是一家电影娱乐股票。它的 PE 有50倍，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。而我们在它的日线图可以看到，它长久以来已经走出了一个像杯子的形状的形态，而且最近3天它连续放量暴涨，它的上升空间非常之大，短期它不会受到任何的阻力。另外一个我们扫描到的是 ZLCS，它今天扫描到的时候上涨了15%，而且它的成交量是过往的2.88倍。它当天创出了36天的新高。ZLCS 它是一家生物医疗的公司，这2天因为它被证券商分析师看好，股价一直暴涨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它连续暴涨2天，它的股价就上涨了50%，从1块钱上涨到1块5。在这个亮丽的十月份里面，大牛眼已经为我们投资者找到了很多很好的股票，赚到了很多很多的钱。在此，我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交易愉快。